我们过来给菜园子给它灌满水吧，阿姨说要给我多灌点水，灌满一点，我们上次灌的不特别满。这 这还不属于那个冬灌哈、啊。嗯，来，给我灌那么满。茄子长不大了。嗯。阿姨说这个快菜还能长，长得老快了。秋天吃对。为什么叫快菜呢？就是因为它长得快。是啊。那得慢慢长，慢慢浇吧，这浇水还挺慢的。我们是不是又可以摘点什么菜做晚饭了？哎呦，我觉得晚上我得吃点肉了，这一整天感觉没什么精神。吃点肉了啊！跟你讲，阿姨说那个胡萝卜叶，那个萝卜叶啊，可以刮油的，也可以治那个脂肪肝呐。你不有脂肪肝吗？嗯，萝卜叶炒肉。还炒肉，还清炒，你还炒肉？这里有苦瓜哎，这是个苦瓜哦，还能不能长啊？你看呢、啊，苦瓜不更降火吗？这么小，能不能吃了？哎呦呦呦呦呦呦！不能吃啦、嗯！再浇点水给它看能不能长。哦哟，真的数不清的品种。你们要吃什么呀？核桃上火。嗯，别吃。水果。过来、啊，哎呦，掉了，对不起。我要轻轻的。嗯，不要咬，不要咬，不要咬。砸了头了。没有了。没了。我看到有小鸟也过来吃了。嗯。葡萄，这个核桃没有嘞。没了。这个管子，嗯，到时看看怎么给它整的，能不能整一个那种自动喷淋系统，那就完美了哈。给我找点，找个袋子，塑料袋子过来。想好晚上吃什么没啊？这么多菜不知道吃啥了。嗯，吃啥都要吃肉，吃啥都要吃肉了。早上不才说了要跟我吃一样的共患难呢。不会，互不相忘啊。早上才说完的，现在受不了了。哎，这个菜你要不要尝一尝？还有说这个菜也能吃，这个草能吃的。嗯，不要吧，有点老了哈。嗯嗯，这好像蒲公英哦，这个油麦菜可以炒吃。嗯，摘油麦菜吧、嗯。这油麦菜也老了，给它整颗摘了。哦，咕咕咕。大白也不喜欢吃这个菜，这个菜也有点苦。油麦菜他不喜欢吃。嗯。再摘一点，那没够一盘呢。多吃点青菜。我要吃肉。要吃肉了，受不了了。这个好像也是荠菜耶，怎么白白的了？嗯，白白的是什么？哇，这个荠菜拿来包饺子不错。这咕咕咕，笑死我了！我在这里浇水，他在那里洗澡了，还在倒点水过来洗澡，还挺爱干净的嘛。嗯，这苹果树啊，我发现那个老鼠啊，那个大老鼠的洞在这里。我给它杂草清一清看看哈，在这边天天吓小白白。它在里面，在外面。它天天一惊一乍的，估计是吓到小白白。在这外面，我们把这里的杂草清一清看看哈，给这苹果树杂草清一清哦。把那个老鼠洞给填了。这是什么缸啊？哎呦！看到没有？你要咸菜的吗？你应该拿来种花不是哈、啊？嗯，这个绳子啊是之前阿姨绑的，这个树枝不能往天上长，他们把它往下拉，也不能往地上长。嗯，要给它拉平了，松了是吧？嗯，给它绑紧一点，学会一下怎么种苹果树。感觉我就喜欢吃这个苹果。这是什么啊？还感觉你吃的一样哦，这个哦。嗯。像我家那种野果一样的哈，忘了问一下阿姨了，说不定能吃的。把铲了吧，主要是这里藏老鼠，吓小白白不行啊。对，到时候这些地方还是要给它清掉的，这些地方。对，清掉我们给它围起来，用石头围起来哈。来换个地方之类的。不是，给它个篱笆就漂亮了哈。对，这里是我们的休闲区啊。对。哦，那个是什么呀？这个。蘑菇一样的。啊。我看看。嗯、啊，长得跟蘑菇一样啊、哦。嗯。啊，木哦。木头。木头长得跟蘑菇一样。
给它灌点水进去怎么样？嗯，先来给它灌点水进去。你看偷的核桃，是不是？对。核桃偷到这里来吃了。这里。那个玻璃再拿一点过来。把这里挖开，你看。哎呦，它是不是可以爬到小白里面去啊？给它堵住啊、哦。这里应该没有老鼠洞，所以说。我这是个大南瓜，大冬瓜给撞头了，我看你要想被吃了。你看哈，这里呢没有老鼠洞的。但只是说这里是老鼠的一个据点，你知道吗？它可能偷东西过来这里吃，你看这边东西，对，躲在这里吃，好多核桃。对，所以说要把那边清理干净，让它没有地方躲就行了。那把那个洞也堵起来，免得爬进去吓坏了小白白了。对，你把小白白给吃了。大白在这里咻咻咻啊，是不是有只大老鼠在这里？对不对？嗯，又给它捣鼓了一个老鼠的窝点。给老鼠的一个老鼠的窝点，这肯定是一个老鼠的窝点，不用想。这个是个小苹果树，哎，还没长大，浇点水。这还有这种小包菜，这包菜怎么回事啊？这枝咋裂了？跟被刀砍了一样，枝咋就裂了呢？好奇怪。是不是被阿白拉到尿了，还是咋回事啊？你看这颗也炸了，好奇怪呀、啊！估计长不了了吧？再来给小白白吃吧，我觉得。我说这个叔叔在压什么呢？他把大豆晾晒在马路中间，用车来压，这样这个大豆就出来了，所以用车压的。这香菜都长老了，哦，这个草给拔了吧。这还有荠菜呢。太阳都下山了，有点凉飕飕的。哎呀，老爹还在炒肉了啊，呵呵，好香啊、哦！五花肉啊，五花肉，这是鸡的吗？哈哈，还是肉香吗？肉香。不要吃那种大料就没那么上火，这种炒肉其实还好的。应该是大料上火的。嗯。宝宝宝，口水都流了。大白一直在那里守着啊、哦，有个大老鼠在那里。嗯，什么时候把这里的东西清了？没有姜啊，咱就靠这个大葱和这个蒜了啊，来调这个味儿了。应该也是可以的啊，嗯，闻着就很香啊。冬瓜炒肉片啊，不知道好不好吃啊，第一次这样子炒，主要就想吃点肉。这浇水还挺费时间的啊，啊，感觉这浇水还挺费时间的，菜园子大的，浇水的地方就多了，所以说以后那个，你看这个天都快黑了，那鱼还在看着呢。那以后菜园子要弄小一点，用小一点的话就不会那么，就不用浇那么多了嘛。耶，好了没有？还一块地啊？好吧，等我抄好了就算差不多了。这个天都黑了啊，赶紧吃了。我们这个外面这个没有灯哈、哦。嗯。应该装一个太阳能灯先的。嗯。嗯。哎呦，看你这停不下来呀、啊。哎这冬瓜炸炸的肉香，香啊！你尝一口。哎呦，这肉好香哦！黑漆麻火了。黑漆麻火不影响我们吃饭。嗯，来吃肉香吗？你这样觉得？嗯。配点青菜吃。哎，在新疆吃素的人也比较少。新疆这边蔬菜都比较少。反正你炒青菜真的。和肉差不多了，差不了太多。好吧，这中午还剩下一点萝卜。又是三个菜。晚上有点凉冷了。来，快吃吧，这不隔夜。热气腾腾的啊！天气一凉啊，温度一降下来，一个苍蝇也没有。对。
好吃。嗯，好吃。感觉你的厨艺大涨啊。嗯，是吧？比外面的还好吃，外面吃不到这种菜哈。嗯嗯，自己炒。嗯嗯，最后拜拜，姑姑白，天黑了，回去睡觉了。姑姑白看我们在这里，他也不回去了。嗯，平时他这个点都回去了。你看他，可以吃饭吗？嗯，小青菜什么的，嘎嘎香，嘎嘎香，好吃。嗯。嗯，好久没吃过这种冬瓜炒肉哈。冬瓜我没，好像没得炒过，基本上都很少吃哈。嗯，但很好吃哦。嗯嗯，本来觉得素炒已经很好吃了，放点肉没想到更好吃哈。那最好吃的是还有那个啥，放点那虾仁也好吃。嗯，有点海鲜，就是本来这个冬瓜就鲜甜的，再放点海鲜那种感觉。新疆这边好像没有海鲜哈。没有海，也很难买到。河鲜有。河鲜都难买。嗯，那就整个西北吧。嗯，你想吃海鲜都是，对吧？不像在广东。你想广东的大神好了怎么样？有，这样到时候一买一点，到市场买一点，自己用那个烤箱烤一烤。嗯，香。我们在新疆没有吃过烤生蚝，但是牛羊肉是吃的香香的。对。好吃，嗯，快吃吧，不吃等一下热天完全黑下来就看不见了，要冷了哈。嗯嗯。